的，因为他说过他喜欢我。你干嘛呀？你装什么呀？以前逛街不都这样的吗？你还装？别这样。你是不是真的有老婆了？你装？你是不是有老婆了？你说啊，是不是？你别不吭声，每次说话你就不吭声，搞得我好郁闷的。你说你是不是有老婆了？你还装？你为什么平时不装？你要装，你为什么？你跟我说。别这样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还不接电话？你老婆是哪人？你告诉我。你说，你告诉我。没有老婆。没有老婆，那你为什么要突然之间给我2万块钱，还叫厨师给我？你躲起来干嘛呀？你是啥意思呀？我们之间不合适。为啥不合适？也总有个理由吧。刚刚嘉宾都说了，那也得用个理由啊。你合逻辑不？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听你们俩。说啊，他不说话啊，搞得我好郁闷呢。你让他说。每次都不说话。那你让他说啊。站到这儿来，主持人说。恭喜你捡到宝了。别这样好不好？你快说，我好郁闷的。气死我了！快说，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？你说为什么不合适？你为什么要给我2万块钱还不见我躲起来？还叫厨师给我？为什么我好郁闷的？对呀，他都不见我，他电话都不接。对啊，你说啊。算了，我还是别哭。哇，你的哭还是可以控制的。化妆了怎么办呢？啊。刚刚都到这儿了，我擦掉了。刚刚都到了这儿，擦脸掉去了。我擦掉了，如果化妆了怎么办？你真的是个宝，真的是个宝啊！来介绍一下自己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周瑞峰，现在在长沙经营一家火锅店。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？知道。你为什么要来？我就想今天在这里把话都说清楚。你不已经说清楚了？你2万块钱都给别人了。可是他经常三天两头上我店里去闹，去折腾，我真的折腾不起了。对，这我可以。那你不接我电话，我找不到你人，我当然要去了。不是，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人家吗？你还说着喜欢别人，怎么现在这变折腾了呢？是我之前很喜欢他，嗯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不适合。怎么就不适合了呢？别提了。你这我咋知道？你这有一言难尽的感觉。确实是。啊？确实是。说啊，为什么呢？做的不好你就告诉我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要告诉我做错什么事儿，你才突然开除我的吧？他三天两头的，把他那些朋友啊、同学啊整来吃饭，每次吃完了到前台，嗯，然后呢直接把单往这一放，嗯，他就说免单了。是你要的免的单，不是人家要免的单。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啥。我看他平时对我好，我问了他了，我说能不能免单，他说可以。你看不出他的脸色吗？来。然后呢？除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后来他就去领他这帮朋友吃完去上 KTV 去，消费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让我去刷卡去。你不是说他对你的朋友都很好吗？你为什么不让他跟你们一起唱歌吃饭呢？我让了他，有时候就说不好意思，但是有时候下雨了他就送我们回去，但是他也不多待。他说了，他们同学就那个家都住在山上，然后呢就让我，那个让我送的。你在湖南哪儿看读书啊？岳麓山。哦，岳麓山是吧？大学城岳麓山。哦，那怪不得要送山上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给送完回家以后呢，他就老高兴了。对，我就搁这寻思，边开车我就边寻思，你就郁闷了。我相当郁闷了。那你当时怎么不郁闷了？然后呢？你这郁闷跟他说了吗？我想过跟他说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但是我寻思跟他掰扯不清楚，别。你没说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掰扯不清楚呢？他有的时候说话，我说一句，他十句八句顶着我。他这么厉害？行吧，没有有效的交流。然后呢？这都不要紧。嗯，然后呢？这都不要紧，还有更惨的。还有什么更要紧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他那个微信朋友圈上经常发表他喜欢啥喜欢啥的，然后那个这不下钩子吗？我呢看着吧，你说哎呀，有的时候想点赞，然后呢有点赞，然后呢又寻思哎呀给他个惊喜吧，就直接给他买的啊。不是你可以啊，你老在朋友圈上发你喜欢什么喜欢什么。我真喜欢，因为同学他们都买。但是你每次喜欢了他就有实现了，你不是觉得挺上瘾的吗？就是啊，我就觉得他挺好的，我就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。但是你不知道他很有郁闷吗？我不知道，他都不跟我说。嗯，你向他表白过了啊？嗯，我没有跟他表白过。他不是说你当好多人面问他喜不喜欢你吗？那天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又气你啥了？你不说我咋知道，莫名其妙。怎么气死你了？本来是我挺信任他的，我把我这个收银台交给他管理。嗯，谁知道他呢时不时的就拿点钱出去，时不时就我的就少了点钱。你还做这种事儿？那我是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也不是给我一个人买的，我给你也买了，我拿了就告诉你了呀，我拿了之后我就问他了，他就没说什么。我问你，你都答应了？他每次都是先拿完再跟我说。那你可以让他说，你有没有跟他说下次不准再拿？因为他拿完以后，我说第一次我是不好意思说，第二次呢我又发现又少了。那你既然已经对他不满意了，干嘛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问他喜不喜欢你呢？我那天真是被他逼急了，我就哎气坏了，我当时我就跟他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，我其实就想跟他说啊，你到底是爱我人呢还是爱我的钱呢？啊，那你又不说说全，只说了一半。结果他怎么说呢？我就没回答他，就是他当啥事没有一样。所以你就伤心了是吗？老失望了这种感觉。那后来你给他20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想以后让他好好生活呗。我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，在这种种行为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觉得你挺有面子？我倒没觉得啥不是面不面子，我就觉得他是越来越离谱了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又不好意思说，直接跟他说。你开车送我回家，还有我同学回家，我觉得挺有面子的。我同学也你当然觉得有面子了。那你的同学挨个我给你送回家的，那还想咋的呀？所以他们羡慕我，觉得你也挺好啊。大致听清楚了啊。我的个人感觉是，但凡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到他店里跟他谈朋友，都会变成这个样。我觉得男生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，是默默在心里面生气。两个其实很喜欢对方，可是又因为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和这种金钱观不一样，所以才会造成两个就要分崩离析了。男孩子是比较少沟通了，但我想说女孩子，就是虽然你很多东西你懂，但是人情世故你不是那么的懂。所有的东西你想要吗？想要就自己去赚，自己买给自己。另外女孩你过早啊把自己角色给定好了，这边还在考验你是否符合女友的标准呢，你那边已经以老板娘自居了。别说那么高超的一些层面，他们俩其实都虚荣，虚荣的方式不一样。女生的虚荣方式就是忘了本，她忘记了曾经她出来打工的时候她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家庭的困难。而这位老兄虚荣的方式是要面子，毕竟我找了一大学生的女朋友，给她面子就是给我面子。这个女孩一开始是一个不错的女孩，是你没有把她引导好，你一步又一步的纵容她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你们俩能够吸取这样经验教训，以后懂得有效的交流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因为这个女生本质上挺纯良，你不是要向她告白吗？来，站到这儿来，你站这儿。哎呀，你们俩是棋逢对手，接下来是高仙子的告白时间。周瑞峰，我今天第一句话我先回答那天你没有听到的那句话。周瑞峰，我爱你。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，我还要感谢主持人还有嘉宾们，他们对我的教导和教育，谢谢你们提出了我的缺点。我觉得我是学师范的，我以后应该是要为人师表，我不应该自己这样虚荣。虽然你送我回去挺有面子的，但是
我不应该拿这个来炫耀，我应该多想想你，经营火锅店也不容易，你也是这样白手起家的，跟我差不多，我比你小十岁，应该是你就比我多吃了十年的苦，我觉得我错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，如果你在你回答之前，我也害怕你听到你说不原谅我。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，可是你所做的一切，真的让我好失望啊。那你就是不肯原谅我。我也打算等你毕业以后，还不行吗？然后咱俩好好相处，跟你说。我改还不行吗？我说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要不原谅我，那你再找个去吧。你真的能改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改呢？朱月峰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想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又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罪。希望你这会儿是真的想通了，真的能改。我说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说你原谅我就好了。你说啊，每次都不出声，你怎么死？我相信你，我原谅你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不知道还有多久。这样了，咋还不签呢？哎，姑娘，那两万块钱咱怎么办呀？我还给他呀，我又没带。我们俩又好了？那好了，你还苦大仇深的样子干什么？笑一个。他每次都这样。这笑比哭还难看。行了，以后好好的教导他吧，行吗？Okay. 大哥，你笑一个呗。行，牵着手回去吧。